态，长长的布幕还没有拉开，你是否和我一样在期待，一样在期待？也许你曾经失败，可是你没有全力走开，你可知人生就像那舞台，管你爱不爱。多么希望你的喝彩随着那节奏慢慢散开，快站起来不要走开，让我们大家一起摇摆。多么希望你的喝彩随着那节奏慢慢散开，快站起来不要走开，摇滚的乐趣就在现在。两队参赛队友，首先介绍我们的统统队，有我们的统统、跑跑跑、爆米大哥，以及我们的爱成，是吧？直接介绍我们的元昊队，我们帅气的元昊，很会唱歌的雅文，以及我们的林道远。阵容非常坚强，金曲乐翻天翻天喽！第一回合两队翻池航提示，猜出一至四个字歌名，翻到字即可猜题，翻到炸弹换敌对猜题，猜对歌名并演唱该首歌可得五分。伙伴们可要努力翻牌猜歌哦！好，队长，站在台前彩旗，加油！队长加油！队长加油！剪刀石头布，一起。哎呀，统统队先啊，好不好啦？加油加油！好，统统队请翻牌，再拿一张牌。哎呦，哎呦，一，一，布拉布拉，一帆风顺。我要猜一串星。一串星，一串星是一种吃的东西耶。一串星是喜串串行，公公脸耳红。一串星对不对？请的。元昊队请翻牌，加油！元昊，一只马，一只狗，哎呦，大家都翻这一题啊！哎呀，哎呀，这是炸弹王，哇，炸弹就没办法，请回啦，好不好？统统队请翻牌，好，一串星如果不对的话，我们开这次就有机会了。一二三，来，毒，哎呦，明显的啦，一只毒秀，哎呦，哎呦，对耶。这样讲是蛮有可能的，对哈，手机的歌，这样讲是真的。这首歌是拿手哎，如果我靠，不是我拿手了，哦。明显的啦，一枝独秀，哎呦，对耶，哇，这样讲是真的，手机的歌，这样讲是真的。这首歌是拿手哎，如果我靠，不是我拿手了，哦，是我拿脚。主要是靠脚，靠脚，是不是啊？一枝独秀，对不对？哦，大哥，请上台，精彩了，厉害了，老师，请给音乐。哎，这什么歌啊？这个好熟哦。跑跑，喂，我想跑，喂，我想跑。P 是危险的哦，对呀，真 P 会卡在一半，会 hold 住 ，hold 住，再一次机会，请给音乐。无影脚，无影脚，来了来了。去跑跑跑之后的吗？这世界烂熟熟，单调的像碗粥，等着为我摆胃口，想熬出头换不得。闭上眼握拳头，机会你要掌握，我不再做某某某，要你记住我。好卡，爱爱爱爱，准备大显身手，爱爱爱爱，战斗，爱爱爱，我一枝独秀，爱爱爱。爱爱Pose 再一次亲一下镜头。大哥，恭喜你答对 ，Yes， 帅气的答对，动感呢。大哥，幸亏没有跟着刘文正大哥一起退休啊。没礼貌。我们国台湾是不是很损失哎？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太棒了！好，刘队，请翻牌。我拿一张，
敲门的雷尼。飞飞，飞非诚勿扰，非诚。我觉得是非常女。非常女有可能哦，灰胸露。台语歌嘛。非常女，对不对？不是。统统队请翻牌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你干嘛手滑出来？统统队请翻牌。好。好响亮，震到，好响亮！哦，这答案很多哎，新的方向哦，对，对，爱的过火，爱的过火就过火，是过火吧？我的食物，什么东西？你这样是干嘛？吃豆腐是不是？神兽又饿了，干嘛 ？All you can eat， 爱的过火，伍思凯的《爱的过火》，对不对？王红队请翻牌。我觉得上面一定有一个什么对东西，绝对不是炸弹。如果他猜出来的话，就很容易翻。对，我看很简单，你我他三个出来一个就知道，就很好。对啊，所以我一定要来开这个。来，哎呦，你看看你的、你的、你的主打歌，你的眼泪，你的微笑，你的爱啊，你的背包，对，你的微笑，你的背包，那是叫背包吗？那是背包了，不是你的背包。喂，你的微笑，你的微笑 ，I 二的歌哦，好听，你的微笑对不对？哎呦，元浩队请翻牌，他，那他哇，你们现在走另外一条路哎，多得他，我猜多得他，对，好好听哦，王菲的王菲，多得他。那么是广东的，是广东，多的他，对不对？哎，多错难的啦 ！KTV 必点歌曲，必点歌曲，经典歌曲。哎，今天到目前为止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要跟着元浩走，我要走他这条路。好，换彤彤队了，这个太怪了。一二，来！哎呀！哎呀！炸弹！元浩队，请翻牌。哦，该这个应该不会是炸弹的。哦，没有，呛呛，哎呦，呛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好呛，呛辣，呛鸡腿吧，鸡腿，好好吃，这是谢金燕的呛虾，哎，呛虾，呛虾，呛呛虾，对不对？哇，请上台。心有你一半，不用唱啥我拢不惊，你去探听我是第一名。七里妹妹不不相怕，七两三四就已经赢。七里妹妹让人相怕 ，Super Super Super Star。为什么是他唱我每次都这么累啊？看看看上他，这么笃定，一定是的。看上他，对不对？爱晨，请上台。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马上就可以看到史上最油的表演。你看他洁白的手套，轻轻一按，天内飞得天上那么高。你有没有想过给我一样的微笑，在每个美丽的早上为我灵魂洗澡。我要看上他有什么关系，反正我每一天也会坐电梯。我要看上他有什么关系，反正我想爱你也见不到你。哦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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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你呢？哎呦哎呦哎呦，要给我到几点的？爱晨，恭喜你，很油的答对 ，yes。这就是他的特色，有没有？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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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元浩队，请翻牌。好，又是一，又是一，唯一。哦。
Baby， 你就是我的唯一，两个世界都会变形。阿卡丽君恐吓之语，竟让道远吓到都。Baby， 你就是我的唯一，两个世界都会变形。你女朋友在看电视啊？我没有女朋友，我没有女朋友，请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。对，唯一王力宏是女朋友，唯一对不对？请问统统唯一，请翻牌。那我就下面啊，一下面一定要有东西。第一一天一天，第一天啦，孙燕姿的歌啦 ，First Day。Today， 对，第一天对不对？错，慈善的绕口。老师，请给 music。哇！第一天我存在，第一次呼吸畅快，站在地上的脚踝，因为你而有真实感。你答对 ，yes。哦，哎呦，得分了！王浩队，请翻牌。哦，一直在偷我的诗。情，情非，哎，就这么简单，这很简单的。哈林哥的《情非得已》啊，对，对啦，《情非得已》对不对？哎呦，哎呦，王浩，请上台。是呀，是呀。老师，请给音乐。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。靠得太近，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，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，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，想也知道自己苦了自己，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。恭喜你答对，得分哦！统统队，请翻牌。你的肉包，你的包包，你的大包，我还你的挂包嘞。很简单，很简单，你的背包啦，你的背包，你的背包，对不对？Yes， 是由包大哥请上台。你的背。背到现在还没拉，却成为我身体另一半。前进不换，乍一熟悉我的汗，他是我肩膀上的指环。向前跑，目标就在不远了。啊！我就没这一段。你的背包，包大哥，恭喜你答对 ，yes。哦。是的，各位观众，第一回合我们全部结束啦。是的，两队表现的都很好，几乎都有唱到歌。电视前面的观众朋友，统统队在第一回合得到的是20分。元浩队在第一回合得到的是10分，还不错，加油！进入第二回合，金曲乐翻天决胜俘虏，两队轮流翻牌看字提示，猜出横排2到6个字歌名，翻对即演唱即可得分，猜错即翻到炸弹则换第一队猜题，总分最高者即可成为金曲王。金曲乐翻天第二回合，是你。难度比较高，只剩下四题了。队长，请上台前举。小心！我刚才卡了一下你们。没有没有，不是，因为你没发现。有发现，但是那个不重要，最重要是我们猜拳。哇！
剪刀，石头布。哎呦，厉害哦！元浩队，请翻牌。哪边？黄色，热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热情的沙漠，热情的沙漠，热情的沙漠。我不猜，我猜热线你和我。哎，哇，经典哦！热线你和我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请翻，统统队，请翻牌。哇，这个好了。哎呀！元浩队，请翻牌。亚文加油，亚文！亚文！哎呀！统统队，请翻牌。来，哎呦，包大哥来了，大哥来了。我觉得这边不太好。傻傻，潇洒走一回。哎，对。只能对啊，也只能前面这样，要不然就是泪洒摄影棚。新唱的一首歌，没有，那个是阿庞之前。潇洒走一回，对不对？啊，错了，这一个跳的很难哦。翻牌，好，这个边边角角，玩这一招哦。梦，梦，至少还有梦，还是旧梦？鸳鸯蝴蝶梦。旧梦，旧梦，旧梦，微微风，旧梦，旧梦，对不对？哎呦，请回，什么梦呢？我很想唱那首歌《人生如梦》，那首歌很好，很经典。那个很，这个啊，芳华梦，很清楚，很清楚，这是一首很经典的台语歌，凤姐的歌，《繁华龙喜邦》，繁华龙是梦。繁华龙是梦，龙是梦，繁华龙是梦，对不对？哇！哇！哎呦，老师，请给音乐。咱若是听到一个无心的人，当作是注定红尘一场乱梦，偏偏为你梦也相思。谁的人谁听讲花花拢是梦。哎呦哎呦，爱晨，恭喜你答对。 Yes， 不错哦，不错哦。元浩队，请翻牌。我只在乎你，只有为你，只有为你，只有为你。庾澄庆的歌是只有为你，对不对？错，请回。统统队，请翻牌。这个好。哎呦哎呦！哎，热什么的？热情的沙漠。热情的沙漠。我也觉得好像也没有别的歌了吧？热情的沙漠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是的。啊，热情的沙漠不对，请回去。元浩队，请翻牌。好，今天我还有什么的？对呀，这个好了。哦，来吧。炸弹。哎呦。傻傻哎，傻傻，这样子不好听吗？我知道了啦，傻。有这个歌吗？有，很红哎。是 Elva 吗？是，哎，潇洒小姐。对，对不对？对。潇洒小姐。对哦，所以你觉得是潇洒小姐？我觉得是。是，蛮有可能。潇洒小姐，对不对？哦。哎，我中间两个炸弹哎！老师，请给音乐。别压抑，不是秘密，我相信爱情潇洒小姐不爱不行。我喜欢，我喜欢你。我喜欢，我喜欢你。别放弃，继续练习。我相信爱情潇洒小姐全心全意。I want it, you like it。来，我恭喜你答对。Yes， 反方队，请翻牌。热情的沙漠不对。看一下，哎，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热情的岛屿。对，热情的岛屿啊，有这首歌呀？有，这什么歌？欧阳菲菲的歌啊，热情的岛屿，对不对？哦，是，哎呦，哇，是，是，海浪澎湃，一阵阵激荡着爱的思绪，叶子树下，
另一双双陶醉在夕阳里，海棠边彩虹轻吹，帆影点点装扮着彩色的艳阳天，多可爱多美丽，汪洋中着热情的岛屿。好听的答对 ，yes。然后队请翻牌，哇，只剩最后一题了，没得选，好吧，那就这个。这题也应该蛮难的，只有啊啊，我知道了，哪一首？萧煌奇老师的，对，只能勇敢，只能勇敢，应该是，应该就只有这首歌而已，只能勇敢，对不对？啊，有道理，哎呦，林导演请上台，老师，请给音乐。哇，又是你压轴，哇，不简单，也够分量，够分量，够分量，好帅哦，好帅哎！我只能勇敢，学习释然，把离别的苦、思念的酸都看淡，人总要习惯。生命就是一站一站，不断在转换，我只能勇敢前行自然，谁叫我宁愿浪漫不要平淡，不投入圣诞烟火表演，没有烟火但也不灿烂。答对，好，第二回合我们所有的歌呢也都唱完了，结束了呢。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统统队在第二回合得到的分数是10分，哎呦，元浩队第二回合的分数也是10分，两队第一回合、第二回合加起来的总成绩，统统队得到的是30分，哎呀，得到的是20分。我们恭喜统统获胜，耶！那两位请到台前来。今天很谢谢包大哥来，哇，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表演，还有雅文，哎呦，谢谢你们。最后呢，由我们的雅文跟富凯呢带来这首好听的《烦》。Yes。飘飘的悲伤，温柔困在风顶中，人生苦海如风中，你的情，你的痴在阮梦中，你亲像风，你亲像风，走过了悲欢岁月，阮的花香，心头一路顺风来。